一千一环能不能？老板还没找到。你那是都从哪里赶过来？啊，一好吧。还好呢。你们不要再玩了呢，我们都没心情。他两个人，这些他的这个情况怎么样？啊，小孩子现在目前生命体征稳定，人也醒了，已经都清醒了。左右保护了啊！毛巾，不要把鼻子塞住了，毛巾。不会，鼻子。